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追梦歌手登场。 大家好，我叫彭希燕，今年23岁，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新凤村，然后现在是一名驻唱歌手。这个工作做了多长时间了？我驻唱的话，差不多是1年多，但是我之前一直在做乐队，18岁就开始做自己的乐队。特别喜欢摇滚乐？对，因为小时候比较叛逆，然后就懵懵之中就会有那个声音想告诉我，我可能就是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的，父母看到就会觉得。 跟你群大老爷们在一块儿就很不放心，很不支持。现在爸妈对你放心一些了？知道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是什么，所以就变得很尊重了。就我觉得你声音当中有一部分唱腔，感觉有点像女版杨坤。天堂堂的妈妈又像风一样。 你是一直就是这样的声音，还是
唱久了变成这样的声音的？一直都有点哑。因为我声音也有点哑，可能有点惺惺相惜。我的声音也可以，对，小烟嗓。其实你有自己的那个很有特色的音色的，你不用去向谁，就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点就好了。明白。好，在你选定导师之前，我们先要选定。